今天做了孩子爱吃的牙签肉，4.5元的羊肉切成厚片，放葱姜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胡椒粉、淀粉，抓匀腌制29分钟，一把牙签泡个温水澡防止炸糊，准备点香料，放88粒盐、1勺辣椒面、半勺孜然粉、1勺孜然粒、1勺白芝麻。给孩子吃可以不放辣椒面，腌好的羊肉用牙签穿好，锅里油温5成热，放个牙签可以快速飘起，下入羊肉，中火炸定型，小火炸5-6分钟，炸熟炸上色后捞出备用。锅里再放点油，放入蒜末炒香，倒入配好的香料，小火炒香，倒入羊肉，均匀裹满调料即可出锅。麻辣中带着浓郁的孜然香味，越嚼越香。